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交通号志有绿、黄跟红三种。小天发现哈，某一路口的交通号志，红灯灯亮的时间是9小时，哦，这个叫时间啊，灯亮时间是9小时。然后呢，而绿黄灯亮的时间比是1:1，那一天24小时嘛，所以的话哈，绿跟黄的话总共是几小时？就24减9，哦，总共是15小时啊。这两个合起来，亮灯的时间是15小时。那15小时的话，他说哈，在这15小时里面，绿黄灯亮的时间比是多少呢？是11哈，比上1啊。那请问一天24小时中哈，绿灯亮的时间是多少？哦，绿灯亮的时间哈，就从15小时里面哈，分几等份呢？分12分之1等份呢？哦，他得11等份，绿灯是11等份，是11:1嘛，总共是12等份嘛。他得11等份，这个是一天里面哈绿灯亮的时间，3×4=12，3×5=15啦，所以是4/55，这样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几小时？等于哈这个是55嘛哈，除以4，41得4，4×3=12，余3，所以是13又3/4小时。一天里面绿灯亮13又3/4小时。